你怎么这么早进来啊？我说，哎呦，声音大声。博龙虾先生怎么这么早啊？哎，新鱼城，捐赚成为了第一名吗？谢谢新鱼城的小浪花。哎，第三名啦，第三名，第三名。我怎么可能错过正妹？那你可能整个 TP 三十几个人，每个人都要看直播是吗？你这样不累吗？我问，我认真的，很好奇，说这样子每个人直播都这么勤的追，有些人可是播那种白天的时间。这样行吧？就这样吧。嘿，哦哦哦哦哦，瞎了，嘿，来看看现在有人有谁进来的哈，大家都进来了吗？玉珍晚安，玉珍，小易嗨嗨，小易嗨，你播在我心里，那我播在你心里，你就不用看了，是不是？你就知道我在播什么，干什么看，是不是？小野木晚安 ，Hello， 小鸭不，小鸭不，小鸭，今天大家是不是？哎，等一下，我们的官方有没有发呀？说几点播这件事情啊？是不是最近好像有那个一些小问题，说没有放直播表的时间，不知道什么时候播，是这样吗？让我来瞧一瞧，让我来瞧瞧，有给吗？是没有给吗？等等，是有还是没有啊？哎，是不是没有啊？这是有吗？九月，今天是九月七号。九月七号。哎，为什么没有我？为什么？我是给今天呢、欸？官方没有放直播表吗？我想说，为什么今天大家都没有进来？官方没有放吗？但是我怎么看 Discord 吗？还是什么有说有放？谢谢阿北的定情邀请函。天哪，真的没有放吗？没可能吧？有放七有啊？哎、欸，可是为什么感觉好像没有每个人都放到、欸？哎，是不是跳着放啊？是这样子吗？这算是赚到吗？这算是我也不知道，我完全不知道说他没有放这件事情。然后我刚刚看了说九月七号今天有人播，是他给谁啊？林于心吗？很怪耶，不是每个人都放。他放了谁啊？林于心跟吴婉玲，放了这两个人的时间，但是没有放其他人。我不相信，还是说没有，又是没放到我？不可能吧？这看起来不是每个成员都放到啦，对吧？这有点。我看一下，谢谢雨南的相遇，大凝聚天居然我没有发现官网没有放哎、欸，你为什么开了？因为我本来就是给今天啊，我不是给今天吗？我不可能啊，因为我直播表我交了当下，我都会直接更新我的日历表啊。而且我问你，你也不理我。零一自己限动通知的。所以只有限动通知的才有放在官方吗？没有可能吧？没有，我跟你讲，我有看到你私讯我，然后那时候我在上班的时候看到你私讯我，然后就哎、欸、好 OK 好，我等一下发，就我就忘记这件事情了，我就忘记，而且我也不知道说官方没有发耶，因为我后来有看到 Discord 上面有人说什么终于更新直播表，我想说那应该就没事，你以后限动发直播表。你就直接把那个把它接下来排成发出来吗？好，反正我现在我是给什么时间？谢谢超哥，应该会再要一次。谢谢卡尼，应该会再要一次。谢谢卡尼的一颗星，他们应该这周假日会给要吧？
让我觉得我是智障，我还自由你，就是一礼拜一五更新零一就限动发自己。果然翁兼经纪人会不会太累？谢谢雨南的一颗心。那时候我是有看啊，官方没有，我看到九蛋的那个留言了。好，反正总之我就开了，就是今天九月七号，原本是给这个时间的，没错，就开了。我看看哦，应该不是只有我被漏掉吧？看起来应该不是哦，是吗？好怪哦。还被我也不能回你啊，好不好？我也不能回你，我唯一能回你的管道就是在直播上，好不好？你在想啥呢？汪汪接任小童姐职务吗？大家都知道他叫小童姐，这是栗子搜查官，这是谁啊？这个人的 ID 怎么是深？谢谢海报的红玫瑰。哎，我先跟你们说，生日握手会的衣服我已经交了，大家有在里面吗？是没得气氛都我说你发限动啊，你根本不理我。我就说我忘记了，我忘记这件事情。我有看到你的限动，好不好？我有看到，我是新粉丝。说新粉丝的那应该是什么幻影战士吧，对不对？幻影战士还有另外一个人也会说他自己是新粉丝。哦，我的鼻子好扯哦，有没有大家在里面呢？我想跟你们说那个叫什么来着的，那个握手会。栗子就你啦，对不对？你那个表情应该说有更新但没你的，很奇怪，为什么没有？为什么每次都这样没有我的、啊、我有写在里面呢、欸、我是真的没有。如果我跟你讲，如果没有交，他们一定会追着我跑，所以呢你想一定是有交嘛，对不对？那怎么会没有更新我的上去？太奇怪了，只有我的没有吗？不可能吧。我们成员几个，现在剩下一云竟然你都很，其实我根本是塑胶吧？没有好不好？我就说了，你为什么要鬼打墙嘞？我的窝囊先生，你为什么？可是握手会看不到手收了吗？小梁，我跟你说，这是一个小意外。应该说，我本来就是想要做新的，我早就已经预约好了，但是因为最近公司有一些活动要，就是有一些东西要做，这样子等于我一定要把指甲卸掉，就是，但卸掉也是好看的、啊。你看，它是做好。没有颜色的，不然本来上周预约美甲师的时候，我就想我要跟他做华丽的。但是好，我先跟你们说握手会要穿什么。我要穿，你是不是忘记兜粉的聊聊可以回？前阵子有被下令说还不能回，然后我不知道什么时候可以。塑胶在外面，塑胶你干什么？你不要改名字，你不要给我改名字啊！别我这样，没有，我说了嘛，你不要把自己当塑胶。我就说我看了，挚友我看到了，还说事发一个，对不对？好，我的握手会，可是我还没有决定说我哪一天要穿什么，我穿，谢谢洛里的号角，你的前阵子可能是好久以前了，可能是吧，但最近我觉得最近好事是最近蛮忙的。No， 好啦，反正都爱，少一点爱应该没关系。你到底爱的是手还是人啊？我就问小梁，明明是好看的，我跟你说，近看的都觉得很厉害，这个远看的拍不到，真的。塑胶先生回家注意安全，你为什么要用广的给我看呢？波西，你是不是故意的？你是不是故意也想要觉得我，就是让我，某讲的，居然吗？我不知道哎、欸，我不知道这到底是不是可以讲的，反正他已经毕业了 ，OK 吧？那大家就对啊，他就叫小童姐，没错，笑死。好的，我又是隐形人，我有看到你的留言哦，黑流星，兜粉聊聊八月就可以用了，很多成员在用吗？居然吗？我有点很怕讲错话，你知道吗？因为反正之前好像有稍微被劝诫还是什么，然后就说先不能用，我不知道到底什么问题啦，反正。现在是可以用的意思。好，若握手会让我好好看看，这东西真的拍不起来。你这样看起来像是塑假，对不对？没有，我跟你讲，看到现实本人，觉得哇，原来是这样子，没有白做。好，反正我的握手会穿那个女仆装，我已经买好了女仆装。嗯，然后另外一套是自己的私服，那一套私服，它比较。
比较不会是我平常穿的，反正是好看的私服，白色的小类似小礼服的东西，小礼服类似。我想了很久，我想说我还是给那个好了，因为你看哦，明明那套衣服啊，它很新，因为我只记得那个小梁跟我说明明那套衣服嘛，它不是上一季的衣服，然后那套衣服很新，用买的话我也只会穿到一次，对，因为浪费，我就想说好，那我就想别套好了，想别套就是衣服这样子，我就最近有买了一些表演用的衣服，就是可能在会曝光的场合上穿到，眼睛好突然好痒，反正那套就是好看的好看的，不用担心。师傅师傅师傅，哦，突然好痒哦。哦，之前说另外一个好像是库洛米地雷装，那哦去哦居然吗？那时候我想说没有人回我这样子，反正塑胶不在意你穿什么，不要这样，你就不是塑胶，你把它改回来，李乌诺，你把它改成。别的吗？你不要改成这个。你说浪 K， 是你浪？不是，这样太没诚意了。拜托 ，Mina 早就不知道聊到哪里去了嘞。为什么是 Mina？ 照你这样讲话，感觉成员应该都是会聊，对不对？哦天哪，眼睛好痒。那他叫小童，你叫大童吗？他比我大，他年纪比我大，他叫大童吧，而且。他比我高，所以他叫大头，怎么会是我啊？叫我大头听起来有点来，有点暴露年纪的感觉。我看一下哈，哎，什么什么什么断钩？我看看呀，李朝阳，大童宝宝大。你们有看过那个吗？小童姐哦，不要，我叫 Larry 好了，觉得好奇怪哦，叫 Larry 本人什么乐乐乐乐啥乐乐乐乐，我刚刚看到你飘过去一个超级无敌快的，是啥？那个是啥？看一下，还好没有被断钩。哎，不过这个浪开播，你们不是都会有通知吗？对不对？当下手机就会跳通知出来吧，所以应该当下看到进来点一下，应该就不会断钩了。眼睛突然眼睛形状不一样。OK， 反正最近我觉得蛮好的，是活动很多，然后很忙，时间到了你自然就会看到了。倩熙，你干嘛？你不要学李乌诺，跟我分享派对咖狗，我们要拍电视剧《女王风》要主唱，你说唱他们的主题曲吗？那好像蛮适合的，我感觉所有那个动漫，日本的动漫都可以请他们来唱主题曲，一定要的吧？太热血了啦，我觉得真的。尤其是少年番有没有？那感觉就是要给那个女王风唱哦。汪晚一下班就冲回家跟播了，多早哎、欸！你们一个早一个晚，谢谢地球的缘分相遇。Mina 目前是成员动漫里最勤跟粉丝聊天的人，真好。哎、欸，如果我现在没有那一份打工的话，我也可以每天跟你们聊天啊，是不是？多好啊！好。看一下哦，现在是怎样 ？O A O， 小梁装什么可爱？一开始就走心现场，今天节奏有一点点快，没有啦，我就是主要回你们飘的，怎么会有节奏快的问题？就跟以前一样吗？还是波西很久没有在线了，很久没有在线认真的跟姐姐聊天了，我很久没有跟你好好的谈谈心了呢，是吧？你根本没想聊，最好是你又在那边帮我预设立场哈，塑胶先生，而且塑胶先生为什么要放那个向日葵啊？是为什么？谢谢 MM 先生的蜘蛛啊 ，MM 先生，谢谢。这个是谁？小梁，如果 cover 可以吉他自弹自唱吗？你说那个派对卡不是派对卡孔明，接下来会出个主题曲吗？如果有谱的话 ，OK 啊。如果有谱的话，可以做做看。我们做 cover 好不好？就是在那个 IG 上的那种 cover 哦。那个我要重来的 OK。如果这边弹错的话，就很糗。你以后直播表交给我们。哎、欸，你为什么把你的头像换成？确实最近心情好转很多，可以好好跟播吗？哎呀，你这个青少年的烦恼是吧？你都不跟我讲，我怎么陪你呢？是不是？你都自己一个人消失，自己一个人不见。
哦，不对，这个好像我好像李文璐会讲的话，我不能跟他讲一样的话，我不能被他影响，我要跟他说没关系，没事。如果你有愿意的话，你再来跟姐姐说你发生了什么事情。如果其他时间你不想让我打扰你的话，没关系，我可以理解的。我也有过那样的时间。吃饭、旅行、到处走走停停，你去了哪里啊？你有觉得去玩旅行好多了吗？还是你是什么机缘？就是时间到了，然后他自己就好了，这样有没有可能？我问你以后限动发直播表，大家现在都不信任公司，就对了，超好笑。欸，我这个一路会不会剪成剪辑啊？说什么你在偷那个嘲笑公司什么？欸，我真的没有，我只是想说，大家是不是都开始不信任了这样？因为官方这周拖到昨天才放，昨天礼拜三，但是礼拜前面还有礼拜一、礼拜二。青少年的烦恼吗？不就是欸嘿欸嘿的事吗？你说，等一下 ，M M 先生王者在讲什么？你是说？这是谁啊？新朋友吗？欧比王，谢谢欧比王的小浪花，新朋友，欢迎光临哦！谢谢黑流星的真爱烟火 ，All you see 啊，刚有人飘过去是吗？好，跟你讲有用，早就讲了，你现在讲了啦，你现在讲还来得及吗？你干嘛？你把社交改掉了？你不要，你为什么要放一个向日葵？为什么？对了，翁冰球十号要去台南生活节，我终于能听到现场了。我跟你说，我真的超难过，因为他最近的活动都没有办在台北，接下来的活动是在那个是几月啊？我有设闹钟，十月吗？是什么音乐节、啊？我不太确定那个有活动名字是什么。你去完再跟我说感谢，你去完再跟我说，想不想？我说你一定要跟我分享，拜托。我已经好久没有跟他们了，我现在整个全身很不舒服，而且真的最近好，就是每一天都很充实，很棒。但是不能看团，就是不能跟冰球，就有点难过，也不能做自己想做的事情，有点难过。但总之来说，忙是好事。洛璃，谢谢洛璃的一颗心，谢谢洛璃，洛璃，洛璃是不是也不知道我今天开了？大家都是看到那开播通知吓到，以为我按到是吗？汪汪说，汪汪，居然有在 DC 里面吗？偷偷的潜伏着呢，当然。哎嘿哎嘿，是升学的事啦，在想啥呢？你说大学生的不是？等下，我觉得我不要讲，我觉得我讲了就会出大事，算了，没关系，我们顺着你的话讲。对，升学，只有升学能想了是吧？乐团不是玩社团什么那个都不算什么啊、哦，社团还有其他的有的没的。我在录影看看，我在分享在 IG， 希望有我的爱歌，一定会有。我跟你讲，一定会有吧？欸，我不确定哦。如果是那种串场的话，应该很难，很难，很难，很难。嗯，我觉得你喜欢的那几首歌都很少出现，没有到很常出现。我的欸嘿跟 MM 不一样，弟弟，你想登大人吗？什么？你不要在那边，李乌诺，你不要在那边散发负能量，李乌诺，你给我清醒啊！快点，大家快救救他，他怎么了啊？谢谢我啊，你收到了吗，米嘉乐？哎，我刚没有看米嘉乐进来，你收到了吗？感觉如何？我不知道那个当时录影发生什么事情，但总之应该还行吧，应该还行吧。不，看一下，什么意思？佛尘尖叫哥，是你自己造成？我造成什么？你说什么？还被已读哦？我看到这里，我刚刚有看到这则留言，谢谢 Migalo 的红玫瑰，谢谢 Migalo， 季风亮好久没来了，季风亮晚安，季风亮。嗯啊，我有声音了这句话。我不要叫你尖叫哥，你是不是就不会尖叫了？是不是？这个刚刚都飘过了耶。已经被分类的塑胶波西，你不要跟着起哄。还是波西，你也觉得你自己是塑胶是吗？波西是吗？
今天嗡嗡在做什么呢？我今天在上班，每一天你问我，我都会说我在上班，除了假日了。就是正常的一般上班族，就上班，然后直播。嗡嗡有出去玩吗？我去了花莲，前阵子阿娥是新朋友吗 ？Sorry， 挂听众暂时问。若琳，你好像那个留声机啊，你很像我，就是跟你讲话，然后你讲那句话，怎么会这么歌椅啊？你说你怎么那么歌椅啦？上班是指没事，什么意思？上班是指上班，不然呢？不然你要我跟你说我在哪个单位服务吗？哦，想骗是不是？想偷套话哈、哦？你在乎就我忘记不是？你干嘛啦？就跟你说没有直播，你干嘛？你干嘛贴？重复再贴一次？为什么？只能说汪汪很幸运，台风前才去花莲，不然现在根本上不去啦。对呀、啊，对呀、啊，新阿娥，新朋友，欢迎你哦。阿娥是男生女生啊？我没有看到，我飘过去，刚刚没有来不及按。什么打手游算上班呐、啊？哎，没事，喂，来，介绍我新手游。我跟你说，我把所有手游都砍光光。我之前有一上瘾很一款，就是。我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那个游戏，我有讲过吗？直播上，反正它是一个很古老的文字仙侠游戏。谢谢洛里，洛里不是在忙，洛里，谢谢洛里的一颗星，谢谢。就是重复让你知道你根本不在乎。我看到了，我哪有不在乎？我不在乎，我就不理你了，好不好？我就不理你的留言了，我直接略过它就好了，是不是？对不对？我也可以这么做，但我没有，我哪有不在乎？欸、我刚刚说什么、哦、反正是文字游戏，那个稍微有一点年纪的应该都知道，反正它就是仙侠，然后把它做成像文字一样黑底白字，然后白字就是比如说很敷衍，什么招式都是用那个白字来表现啊，然后你的所有人设都是用那个白字来表现，这样我迷上了那个游戏，然后花了非常多时间，我后来觉得太恐怖了，你知道吗？我被那个所有的怎么样做你才会变强这件事情。就是比如说我要在几点的时候上线，我要在一个小时内，就是一个小时设一个闹钟，然后按双倍领取收益，还有在第七天登录的时候要买什么，要储存什么，反正就很烦，你知道吗？我被那东西绑架了，所以我就把它删掉了。我那时候迷了五天吧，哈哈，五天，有一天就是类似免洗游戏，迷了五天，我就觉得这实在是太恐怖，我已经被游戏玩到一个不成人形，我就把它删掉了。你就知道游戏这东西真的是不能随便乱下载。好，女仆有点夸张呢，女仆装跟小礼服，记得好，记得好。那我们的祥妹会穿什么？我的包喜会穿什么来找我？你们要先让我知道一下吗？五天就删，真有自制力，因为很恐怖啊！我跟你讲，我连走路，乐乐你应该懂，连走路都在玩，然后上班的时候就放在那里挂机，你知道吗？很就是不对劲啊！我整个人像丧尸一样。有的游戏玩起来太累人了，这是早期要肝的游戏环节吧？对。对，他在游戏的30天内都有任何，就是所有你的排程都已经帮你排好。如果正常的游戏你想要变强，然后你很认真想玩这游戏的话，基本上每天都有你自己的事情可以做，你知道吗？有攻略啦，对，攻略，人家都会跟你说，来第几天你要干什么，你才会就是跟得上人家。无课就该这样玩，你知道吗？小课该怎么样玩，我都全部都爬过一次，很恐怖哎、欸，真的不应该玩那个东西，很恐怖。那两三天完全走路都在，就是连着。过马路都要玩，我觉得很恐怖，很像被操纵了，把它删掉，自删。好，但是那个游戏还蛮好玩的，叫做什么嘞？叫我忘记什么放置修仙之类的吧，我也忘记。这次没想法，可能就夜店的。不行，弟弟，你不要偷偷把你自己私下最近的生活的衣服拿出来穿。看着一定不只有我，如果你真在意，就不是会这样子。你现在讲，我想问一个问题，你到家了没？你到家了没？你到家我们再好好讲。你可以不理啊 ，OK 的。如果要讲，我才没有，我没有，好不好？我没有不理，我也不会不理你，我不会不理你。绝地给你玩，这东西也是会上瘾的，一场也花蛮多时间的。大概我也不知道，反正就是蛮绑架，游戏都是这样了，尤其是手游，我觉得手游又是那种小氪会上瘾，你每个游戏氪个100块，可能1000块以内之类的，你就会觉得哇，好像可以获得一些甜头哎、欸，而且小就是拿用小钱就可以获得甜头哎、欸，你就会很强哎、欸。哦、oh, no， 我玩一场，你看你这样半小时。
条就没了，是不是？你看你好，假设你上学上下班或、欸、下班下课回家，可能七点 maybe 七点八点，然后你玩个半个小时，两三场三四场就十点了耶，你看超级晚的耶，是不是？好了，没有，我没有要劝退你，我没有要劝退你，可是很刺激啊，对啊，当然刺激啊，游戏很刺激，没错啦，只是。后来会想到，我本来也是很爱玩游戏，我跟你一模一样的过程，我跟你一样就是年轻的时候花很多时间在玩游戏，然后就后来就觉得就是有点花时间。我是玩小地图很快，有差吗？有差吗？小地图跟大地图有差吗？就是那个圈比较小的意思嘛。我只想说当跟你传达在意的真的很让人失望。不是啊，不是，那不然好，这样嘛，之后我们直播表发限动，这样我们把问题解决了就没有问题了，好吗？就没有问题产生。百万翁粉该穿西装迎娶美娇娃了吧？现场不能点我的台哦，我可以吧？我可以吧？那不是你要去给谁点你的台？你说一个大地图半小地图差不多15到20分钟，那也是很久其实。本来那东西会上瘾，然后一场一场一直接着，一直接着，一直接着。不过还好，因为如果你平常生活蛮清闲的话，你就可以这么做，就是蛮好的，就是算是一个休闲。我之前也很喜欢玩刺激的游戏，但现在真的没有空。嘴巴这样说，但也不会做到。来试试看，我有经纪人了。我跟你说，我已经聘请了一个全新的经纪人，叫做小梁，宋小梁。他就表示，不知道为什么是我。小地图因为一下就被打了，那个十分钟就结束了。小地图会有比较多人玩吗？有比大地图多人玩吗？我问。之前说，这我刚好看到了。小梁说，对啊，小梁，你现在应该是唯一有保留这个火车头的马甲的人了。浪 K 哦，我突然想到，浪 K 说的那一套，浪 K 说的那一套，我也不知道我什么时候拿出来穿，但。我发现小地图一堆台湾人嘛，那这样比较好吧？这样子听起来比较少人机，是不是？是这样子吗？所以我是提醒什么都被当过，没有啦，不是你为什么要过度解读呢？我问老板，这是我的职责，你看他也不想，我就是只是随便讲讲的，干嘛这样子？很多人啦，很多人啦。等一下，我要讲，我要刚回什么？我刚刚要回什么讯息吗？我好，我要回什么？看好像有人飘过去，不然就是外国人。外国人那个你感觉就不会是正常的人类啊，就是普通人机吧，看起来很奇怪 ID 的，通常都是。我飘到哪里了？我看到了，这题是陷阱题，回答出来就有谁有聊，就等于暴露自己是滴滴了。我跟你说，这边滴滴可多了，他们也 不在乎被任何人知道他们是滴滴，是吧？是吧？刚刚说，提到这个兜粉的人，应该都有滴滴倾向。哪是人机？虽然是人机，也有外国人嘛？他们看得到国籍吗？旁边是有那个对不对？那个国旗之类的东西，好像是哦。我印象中这游戏是这样子，有点久以前了。有可以看得到哦，难怪你说有外国人。我想说，这个游戏什么时候？手机好像也是有，对不对？手机，副手不好当，在经纪人派命了。来来来，欢迎来来来，不然你直接来好言应征这个我们的经纪人。好你终于读到我的讯息了，好感动哦。我没有刚刚那个留言飘过去，我没有看到嘛，现在终于看到了，这应该也是十五分钟后的事情了，超过十五分钟了，但是我有尽快吧，我记这个留言的速度有稍微念得快一点了吧，是吧？现在改了，要看满三分钟才会续勾，不能一下。那你在里面待个三分钟，其实好像也可以，对不对？三分钟，这样就会被我发现了。我念留言念到一半，这人突然消失，代表说只是来补勾勾的。事先知道可以排行程，突然开播会手足无措，好像也是，因为其实跟播也蛮花时间的，就好几个小时吧，对吧？对吧？好像也是哈，也是，这个也算是一个行程了。只有塑胶不会不见，但也只能当个塑胶，干嘛这样子啦？
你把出教改回来，快一点，李乌诺，李乌诺先生改回来。谢谢阿叶的缘分相遇，梦幻花园，嗡嗡，知道这个游戏吗？虽然我知道，好像我记得之前听你讲过，哎，但是我已经忘记那个游戏是在干嘛，是什么农场游戏吗？听起来像农场游戏，还可以养自己的什么小精灵之类的。不一定啦，总之就是要吉他啊！我现在看到这个留言，小梁，那如果我要弹吉他的话，这个指甲就要被卸掉，就是你只能二择一，你要有吉他就不能有指甲。如果你可以接受不能有指甲，没有指甲的话，那当然就弹吉他。之前你知道浪 K 哥本来是要这样做，我们浪 K 哥最后一集本来我是要弹吉他，然后打木香鼓的，本来是要这样，然后后来好像做了指甲，我们就有讨论嘛，说啊，我们这次要怎么做浪 K 哥？我说如果指甲做的话，是不是就不能弹吉他？我说哦，对耶，那就正常好了，就正常一般的常规的，我们就开了一些比较特别的歌单而已，这样。你可以拿 pick 弹啊，我不会耶，我只会就是如果是木吉他，我只会就是这样子，我不用 pick 电吉他才行，类似 Candy Crush， 你要破关才可以建立花园。我爱你，但是你都当我哪有当你塑胶，是你才要当我塑胶，我都没有讲你了，小千。哟，亲爱的，晚安啵。为什么你的留言越来越简短了呢？欧乐 B 哈，人好 ，Hello， 人好，晚安。IG 在搞小盒子失效兜粉，又以为可以及时跟嗡嗡交流。谢谢欧乐 B 的红玫瑰跟剑骨的小浪花，结果兜粉又很久没有出现如兜粉。对，刚刚。对米加勒哦，对米加勒刚好像还没有来，对不对？在早期的时候，因为我们无话可说，为什么今天大家都在攻击我？为什么？没有，我们没有无话可说，是因为你的留言都会被我无视掉这样子啊，无视，超好笑。什么时候相信过公司了？独自的自我恢复力很高，我今天在台北要不要揪，不管哪个二选一都可以接受，可以轮流出现啦，所以才觉得好像很难跟嗡嗡建立交流。塑胶国国民已经三位了，一定会越来越壮大。哇塞，现在是各种酸酸现场哎，现在米加里要加入就对了，不是吧？但是以前我们的 IG 也就是小哦，少了一个可以放一句话的地方，对，好吧，现在有兜粉就 OK， 我们来。嗡嗡直播又这么不稳，你看啦，又加入了一个，不会是波西也是吧？虽然我没有攻击嗡嗡，但是可以请嗡嗡攻击，好奇怪，哎，那个先生，你的哦，你的 M 是那个 M 吗？你的 M 是这个的 M 吗？是这个吗？是吧？如果是的话，那我们撞了耶，我跟你撞号了耶，你找错人了 ，Sorry， 我不是 S 小姐，我是 M 小姐。我说句实话吧，不可以。波西，你说不可以是怎么样？你说叫 M 小姐吗？还是没有？我知道你很 M， 我知道我的波西 M， 现在是撞号了。我们这边缺一个 SK 凌虐你们，对我也不是啊，我也不是。我们要等那个 S 出现，好像没有哦。这个直播间的都蛮被虐倾向的，看起来是这样。嗡嗡，我回来了。平平 ，Hello， 平平，你刚刚去干什么啦？你去洗衣服了是吧？平平，我吧，我超爆 S 吗？你吗？你？我觉得没有，我觉得你也蛮 M 的，有些特质蛮 M 的。其实现实中我不是 M 哦，真的假的？怎么去 M 不是？不会，M 其实你不会是来这边找对象的吧？你不会，我不会，不会，其实你来这边真的不是只是看我，只是要来找看有没有一个 SK 好好的，就是满足你的生活吗？有点违码。下礼拜你就知道了。怎样？你想穿？你要拿的什么皮鞭？拿小皮鞭吗？是吗？可以啊，可以啊，女仆嘛，对吧？啊，对啊，我是穿女仆装，可以啊，可以啊。如果你敢这样做的话啦，还要穿那种紧身的、紧身紧绷的裤子吗？稍微露出线条。刚刚一瞬间有马赛克，又 S， 原来你是女仆装，哎呀，太晚进来了啦！我刚刚在开播的五分钟还是十分钟就讲，
说穿什么，就是握手会的部分这样。谢谢 Look 来的幸福升空，谢谢 Look 来。哎 ，Look 来，你不是，等下你不是说你不能回复吗？结果你还是一直有在，我怎么会这样子？就有点感动，有点感动。谢谢尖叫哥的西纳松，西纳松，可以再说一次吗？不，不行不行，欧乐宾。谢谢 Look 来的幸福升空小蒿，那个是什么小高吗？还是我会念那个字小？我穿台北市专用路塑胶袋跟你搭配，在骗塑胶国认证国王，你干什么哈？你为什么要把那个向日葵改掉？为什么？不对，我刚刚叫你改后，我在讲什么？哇，超难搞的，你真的要这样穿是吗？草莓讲 ，Hello， 草莓讲，不是什么，我是说抱歉，可以再说一次吗？刚刚我说，叫 Olive 穿 S 装，然后紧身裤嘛，对不对？然后你后面接的那一句留言，再加上一个波七，你觉得我不会想错吗？切到大谁？这个是谁留的？我可以理解乌诺的感觉，反正塑胶跟什么都白搭吗？不会啊，你又不是塑胶，不是你跟塑胶跟什么搭？塑胶跟塑胶盖搭，我是塑胶盖，你塑胶还是什么塑胶神？这样就有点没有，不要闹了哦，不要这么 emo 行不行啊？你现在还是在那个 emo 的圈圈里面是不是？笑死，这怕真的没有想到，笑死，不愧是你吗？个毛！你最好是你是故意的，你刚刚讲那个波奇根本是故意的好吗？你想要让我失言啊，让我合理的退出是吧 ？S A 跟 M 是相对的 ，C 相对的是 S N 理论吗？所以我们现在是要比咯哦。你的意思是不会平白无故出现的一个单属性的，是跟谁比，谁比较怎么样，谁比较怎么样，然后那个人就负责的。哎，好像蛮合理的耶，因为不可能。不然我觉得这样真的是四个世界上 S 太少， M 真的蛮多的。我发现我只是对你的态度觉得很塑胶，我好好的没吧，如果是我就直接你不要给我打出来，你就给我被 ban 欸，你不要闹了，你是不是越来越坏了？你 是越来越崩坏了？我的天，我们的 Ola B 形象已毁，我记得以前没有这样子欸，怎么回事？为什么要自我崩坏呢？可以耳合吗？耳合是什么？耳合，我一直想耳合。算了，等你之后留言读到吧。每次刚好都被刷掉，都刚好是跌倒了啦。这样子，我真的是说抱歉啊，但你想歪了。白痴，哎、欸，不是啊，白痴不是啊，为什么、啊、你刚好接在那一句后面？我真的是没有办法想到是抱歉这两个字耶。看一下哦，帮点播，只有这首歌吗？你在骗？看一下，真的有吗？不要让我那个搜寻记录里出现这种东西。真的有真的有真的有好，我们来听听看。希望再讲一次，但有一点愧疚。OZ 的吧、哦，那我们来听听 OZ 的这首歌哦。不讲出来了，讲出来到时候被截取哦，就完蛋了，出事就出事。SM 的爱因斯坦发现相对论，这个是谁留的？刚刚塑胶，我看懂了，好吗？塑胶。有素鸡啦，素鸡！你是国小男生都会被吓流的东西，除了叫你不是乐乐，没有，因为我们刚刚在讲另外一个话题，然后他接到这首说帮点，不是因为我讲出来，你们就会说你刚讲什么东西，是不是？所以我只是笑说，我到底该不该讲？乐乐啊，乐乐，你看这些人，乐乐哦，那个好，对，就这样子，你喜欢塑胶吗？我喜欢素鸡，吃的那个素鸡不是塑胶，速度与激情的那个速度与激情不是塑胶，所以请你把你的名字改回来，不要叫塑胶，你不是塑胶，我说了，
李乌诺不是塑胶，米加勒不是塑胶，波喜不是塑胶，任何觉得自己是塑胶制品的，你们都是。我刚才讲玻璃，等一下讲玻璃牛比较好，算了，不说了，不说了。张唐妮说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，汪汪越来越有偶像感了，变得萝莉可爱的意思。其实，哎，但我想问一个问题，偶像感跟萝莉可爱是相等的吗？他们是等号吗？其实我一直很不太懂这个意思。御姐不能是偶像吗？是吗？等一下点 ，We'll all in this together， 回味一下你的态度，让大家都是塑胶。我哪有不是？我就这样子嘛，你干嘛这样？我就是这样子嘛，不然，算了，我不想乱 Q 人家，我不想乱 Q。我是重感情的废物吗？你不是哦，不是，你不会因为对吧？最近心情不好跟这个有关系吧？不会吧？不可能吧？你是这样子的吗？我都没有发现吗？速度与激情 ，Hello MM 先生，今天 是喝了点酒，你今天有点爆眼哦，你今天危险哦。现在大家都觉得就是那个公司看起来不太管事，所以就这样子哦。我还是会怕的哦，还是会怕哦，有那个前面的那一段过去，实在是会怕哦。文字游戏，好吧，跳过。你的那个是哪一个？我刚刚讲了什么东西啊？我不记得了，我不记得我讲了什么东西。花莲玉里的玉里面大推，玉里面是那种吗？干面之类的，可能可以带回来煮的那种干面吗？哦，我上次去是已经，其实已经过了两周了耶，是两周了吧？对，两周，然后台风就来了。哎，刚谁飘过去？汤尼说 MMORPG 居然还有人在玩这种游戏吗？大概1999年 TTP 的游戏，我不知道他的那个游戏的名字，正确的名字是什么，我不知道现在张汤尼还在不在，但总之他就叫文字游戏，现在在手游上叫文字游戏，然后很久以前的电脑好像都会，就是没有网络的时候会，我不晓得，那就算单机游戏，然后现在的手游把它改成算是类似现在的仙侠游戏那种 3D 的那种 RPG， 有没有？你可以跟人家互动，我觉得有趣很多啦，至少你可以跟人家战斗，比较就是互相的对方的那个战斗叫什么战力值吗还是什么的，蛮有趣的，可以去玩。如果你们觉得人生缺乏一点乐趣，去试试看文字游戏。小梁，你我知道你没有很爱，但是你可以试试看。好的，隐形人登场，马克来了，马克0117的缘分相遇，对啊，哦，鼻子好痒。我懂，哎，作业感太重的游戏玩到后面都很紧张。MM 先生，哎，我觉得是要看，因为其实你要硬要讲作业感很重的游戏的话，我觉得每一款都是，除了竞技游戏，竞技游戏算是，我觉得就是比较没有偏那种什么作业感的问题，应该还好。但是这种游戏的话，我就看你是什么心态玩。如果你只是纯粹想享受这个游戏的每一个环节的话，那你就随便玩，你根本不用管人家给你的攻略什么。但你想变强，你想在这个游戏里面有力，就是在无氪玩家里面就是鹤立鸡群这样。谢谢七夜出去把妹的缘分相遇。如果是这样的话，它就会变得作业很感很重，因为你会去背，就是去背里面的攻略嘛，就是该做什么事情，对，所以哦，很恐怖，但是好想玩哦，好喜欢文字游戏，好喜欢，太爱了，很老派。小梁说，我还在考虑我要不要买激战佣兵，但是感觉很硬核。你说游戏吗？哎，我还真不知道有这款游戏，是新的是不是？激战佣兵，让我看看哦。让我看看是吗？激战佣兵，激战佣兵。有点意思，这个哦，鼻子好痒。嘿，咻啊！嘿，咻！这看起来是真的有点硬核欸，这个不像是你会玩，比较像米加勒会想玩的耶。你怎么会想玩这一款啊？ PS4 吗？哦，还是 Steam？ 嘿，这啊，哦，但是我真的觉得小梁你好觉悟欸。
你有想要认真的泡在游戏里面吗？还是你觉得你人生有更多更重要的、更值得你去做的事情？如果有的话，就不要买，相信我，它绝对会让你玩得很不过瘾。你就是有时候有一搭没一搭的嘛。对，嘿，嗡嗡，想跟你说，下厨备料的时候要小心，不要像我切到手啊！刚刚讲切到手是你是吗？你做怎样？为什么突然切到手呢？等一下，你下面是不是有一则留言是在讲那个，就是刚刚我说没有看到的那一则留言？哦呀，好，哎呀，哦，因为机甲我很爱啊。之前音速小子也是这样，有爱我买。哎，你之前有买那一款吗？音速小子的一个游戏，新的切青花菜，不知道为什么横着切就切到青花菜，横着切青花，你手放哪里？怎么会切到？等一下，如果是这样，我可能还可以理解。这样子为什么会切到？你手按你这样子是吗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这是什么原理？你还记得？你看，你切到手指甲有掉下来吗？还是怎么样？拼拼是不是蛮强的？在生活上比较少根筋的那种傻大姐的感觉啊！我感觉拼拼是这样子、欸，有时候跌倒嘛，对不对？跌倒然后切到手，然后就是有一些，不然就是有一些可能生活上的一些小小的小小的乐趣，对吧？未知边境有啊，当初的对。对，未知边境，我一直忘记他的名字。我跟你讲，我买那个未知边境掉下来会不会切太深，所以我才问啊。他讲这样感觉是很严重，塑胶切到手也不会流血。你干什么？为什么每次只要讲到这种关键字的时候，你才会出来插话一下呢？你是不是现在超级无敌的不爽？你就想让我知道你很不爽是吗？林乌诺是吗？波喜握手会焦点了吧？那我就想问，波喜是焦点，那小梁要穿什么？就小三而已，就之前跟肖玛丽为什么长那么有这样？应该是什么单机游戏还是竞技游戏？竞技游戏，等一下，你是不是故意打错字的？艾妹先生，你买那个干嘛？想被电哦？抢！我跟你说，我玩了五分钟我就不行了，我玩了五分钟我就觉得有困难。他那个是音速小子里面。因为你知道以往的音速小子是平面的游戏，可是那一款是超级无敌大 3D 很广的一个空间，我没有办法玩五分钟我就卡关，五到十分钟，然后我有点没耐心，我就放在那儿，我就去玩星之卡比，我就没有玩它的意思了，就好，反正总之无论如何那些游戏都很耗时间。竞技游戏有点太嗨，不适合你，竞技游戏更适合我吧，是吧？等一下，乐乐你要去哪里？我要关播了，你要去哪里？好，我要关播了。关播，你还要出去吗？我要晴了，我的乐乐，不行啦！大家这样子，这个晴乐风气这么盛行的情况下，我也该晴乐一下你们了啊。问我有考虑看玩原神之类的吗？大世界，我跟你说，我下载了它五次，也升了它五次。然后，我这个嗡嗡就是讯号放到第二个，这好卡，什么留言都看不到，卡吗？有那个时间玩游戏，我还不如拿来想你吗？你可以一心二用啊，对不对？渣男都是这么做的。对哦，塑胶现在非常的不爽。那请问要怎么样才可以解决塑胶的不爽呢？我明明就没有情了，你为什么被我？因为我看你好欺负啊，乐乐，我就喜欢欺负可爱的小乐乐乐。这样子亲呢，你应该不会怎么样吧？你会觉得不舒服吗？不舒服要说哟。什么？你要关播了？我跟你说，我这样讲乐乐就会怕，他就回我了，刚刚是不是达到目的呢？现在大家都请乐来请乐去的。哦，刚刚是有人问我问题，我刚刚突然好像要回答一个，是什么竞技游戏吗？你好过分，我要讨厌你十分钟，不要嘛，十分钟我们可以聊很多话哎。你什么时候可能开到早上？一人在这真的很失望，不要欺负乐乐，平平说，那我欺负你好不好？平平，为什么不能欺负乐乐？乐乐这么好，对不对？乐乐总是惯着我。我刚刚在回什么？我好像要回一个东西。有一个留言啊，算了，没关系，我等一下看。哎呀，我为什么留言跳掉了呀？乐乐，你真的讨厌我十分钟？哦，我知道了啦。
那个讨厌我十分钟就去忙了，去忙十分钟了。好了，我知道了，这个是我们的共同语言。你好可怖，快逃！没，其实平平是 M 吧，我感觉平平，你是 M 的话，那能就能接受吧？但不，哎，这个 A 点留言跳去哪了？谢谢雨南的三个月粉丝，谢谢雨南，谢谢雨南，谢谢雨南，谢谢我雨南无条件的支持我，谢谢雨南。我现在才看到，哎，这是不是很上面的留言？对，这个好像是上面的留言。今天留言读比较快乐吗？看起来好像没有，因为刚刚被洗掉了一波，所以感觉应该是倒退了吧，技术倒退了。Gordon Ramsay， 我看到有一个叫 Gordon 的 ，Hello 新朋友，但是你有勾勾哎，奇怪，所以应该是换了名字吧？你原本不叫 Gordon 吧？是吧？嗡嗡有玩原神吗？阿尔你还在啊？天哪，阿尔新朋友啊！对，阿尔，我先跟你说，这个直播间很常会有留言延迟的情况，就是我可能会把留言读完，我才会去阅读下一则留言，所以我不晓得你还在不在里面，但是会有这个情况，先跟你说一下 ，I'm so sorry。你玩原神吗？我把它删掉，因为重点是，你知道这游戏它需要花很多时间，然后我知道这游戏很好玩，因为。我那时候在什么时候下载的时候，在有某一天假日下载，然后我玩了，不小心这样一两个小时就过去，我觉得很恐怖，所以我就先放置在旁边。我想好 ，OK， 我有时间再来玩。结果下次再打开的时候就好，不要好了，不行，不能，不行，不能，知道好玩但不能玩，所以我就把它删掉了。这样我就持续重复了这个动作五次。对，我知道你应该也都有玩原神，对不对？而且原神里面的角色是不是很像，是吧？是这样子吗？现在是在我最近也都没有上线玩原神，因为太忙了吗？我想问了，你们玩到后来还有什么任务可以解吗？它其实就不是一个解任务的游戏。我已经忘记了，它是不是比较弹，就是那种可以自己耕耘啊，自己有点像卖块吗？还是什么自由度很高的游戏？我看到了米加乐的留言，米加乐的刚刚是说，我看到了这个吗？不知道该怎么说才能让嗡嗡理解吧，所以心开始有点累了吧？等一下，你们现在是在互相。交流这件事情吗？怎么讲呢？IG OK 好，这个好像不能解决这个问题嘛，所以都粉，不然就是现在因为大家都开始在聊天，那我就可能有空我会回看一下都粉的留言，然后回留言这样，所以希望可以解决到目前大家的问题。应该是这样子讲，塑胶股的嘛，对，塑胶股，飙车吗？咦，什么？不要，这很突然，没有，不是，我刚才讲原神吗？原神有飙车这种东西吗？哈，你在讲跑跑卡丁车吧？看一下，这个是很上面的留言了，这是超级无敌上面的留言了。要来兜粉开会啊，不能翘班。就是这开会是怎样？开会是不在中午怎么下午一点，然后大家准时开会都要上线这样子。我只知道原神启动就同个东西啊，就同个东西。不会你有玩吗？波城这个好像很多人都在玩，感觉台湾应该有一半以上的人没有那么多啦。要加谢谢花生，谢谢花生的桃花看果子，谢谢花生。惨了，粉丝人数要超过果然翁粉丝团了。什么？粉丝人数要超过果然翁粉丝团了？这句话是什么？我没有玩，谢谢。但我看抖音都一直看到那个东西就被洗脑了。这个东西就是一直在壮大，他壮大就是他的理由。你看，每人都在抖音发什么原神游戏画面啊 ，YouTube 啊，然后不然就是有一些实况组会玩。你看这个玩的人越来越多了。我就连英雄联盟现在也都不太很少开，你就知道我的爱都很少开了。好恐怖哦！游戏这东西，时间就这样子不见了。
不知道，我觉得可能等到我三十岁之后吧，就是我老了之后，我确定我没有，我追梦已经到达一个，就是有完成我的梦想，不然就是我已经确切的向现实投降，好好回归生活。谢谢 Bossy 的骷髅炸弹，谢谢 Bossy。就是我确定这件事情后，我就会认真，我有可能就会真的就会碰游戏，对。但现在没有，现在我还是在追梦的道路上，未来，所以我就觉得可能再放一阵，我相信原神应该会红很久。绿哥，你为什么啊？因为我今天啊，大家都不知道我今天开播，我想说为什么今天四潮都不在？有啦，绿猫刚刚有在，我看放开我影片到 IG 吗？上次跳那个嘛，那个马卡巴卡嘛，对不对？放啊，你要放啊，就是没关系，要放什么丑的都放吧。塑胶国国民在家，你干嘛莫名其妙把绿哥哦？绿哥，我本来就是开今天的，我本来谢谢默默循环的阳光。这个人的头贴怎么那么特别？为什么他跑出来的那个特效跟别人不一样？谢谢默默循环的行李箱，欢迎你新朋友默默循环。看一下哦，总觉得握手会又有点母汤。什么叫我、怎么说又？对啊，为什么小梁为什么说又有点母汤？你是说？等一下，为什么？到底为什么？为什么？汪汪知道王甜心吗？我只知道守护甜心，不知道王甜心。我也知道博成甜心，不知道王甜心。嗯，因为不回不讲，大家都觉得没有，就大家都是不要这样子。我们听听看绿哥怎么想嘛。绿哥你在吗？绿哥，我本来是给我是给今天，我已经给今天了，然后。没有想到公司没有放，没有想到，怎么说前天放对不对？谢谢 Free Plus 的缘分相遇，没有放我的哦，蛮惊讶的，不知道只有我的被漏掉吗？还是怎么样？王甜心是跳舞那一个，现在抖音红那一个。我没有在看抖音，认真说没有看抖音，所以你讲任何抖音网红完全不会知道，很红的完全不会知道，真的，所以就，这是谁啊？谁送的？谢谢 MM 先生的啾啾我，谢谢 MM 先生 ，MM 先生，我们握手会见面吗？我拿我的小皮鞭，没有，我什么都看不到，只有声音，就当我今天不在吧。什么都看不到，为什么只有你这样子吗？之前有人模仿过王甜心了，是有红成这样？王甜心，为什么？等一下，现在是。我把 WiFi 关掉，你试试看，女猫，你要重新进来。我把 WiFi 关掉，你重新进来一次。这样每周日晚上都要发现都退过，该发直播时间了。我知道乌诺有问你直播，你是在说王甜心吧？所以我吓到了。现在红跳舞的来，我打了王吓到了。现在红跳舞的来，我打了王甜心。为什么是这个甜心呢？我就问王甜心。是怎样多红？是很漂亮还是怎么样？为什么会红？看一下，全网最帅。哦，是男生，是男生。这应该不是王甜心，我很好奇。这个饺子也特别好吃啊。他就是王甜心，他是王甜心，真的假的？我以为是女生哎。发黑的床垫，超好笑，这样红的。真的还假的啦？所以他红是因为什么？是因为很特别吗？为何如此想找白富美？白富美女。虽然凭借一碗红油饺子啊，红油饺啊，你们之前有叫我那个模仿过红油饺子，就他哦，原来他叫王甜心哦，我现在也知道。我最近觉得米娜好吃，谢谢花生的爱的烟火，谢谢花生。米娜一直都很漂亮，米娜的五官很精致，就是她其实可以漂亮，也可以可爱。我让你一年前就模仿过王甜心，就是饺子。对，原来我不知道叫王甜心哎，你知道吗？我刚刚看到饺子，我才知道哦，原来是我之前模仿的那个王甜心。原来如此，才一年了啊，那么久了。你打王甜心跳舞可以捏捏看，我只知道守护甜心。你不要学我，啊，那个先生，不要抄袭我的留言啊！
他啊，王甜心，跳舞，这个吗？激烈舞蹈，等一下，这个音乐有一点点太突兀了，看一下，现在大家都知道王甜心吗？是吗？这个吗？是在说这个吗？这个吗？他就是王甜心本人啊，是吧？这个吗？就这个。对，这个。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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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刚刚讲什么？跑掉了。我讲你干嘛？你为什么突然跑掉了？为什么？不要这样子，是不是？是不是留言念太慢？好，他有点无法一心二用。笑笑，你让今天翁台的车速加快了许多。塑胶早就让你超音感美，只是你不在乎而已。哈哈哈，你这个哈哈是在哈哪一句？这个吗？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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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是他自己编的吧？感觉是这样子。OK。我看到欧乐 B， 原来是欧乐 B 讲的吗？愧疚这两个字居然会从你嘴巴里吐出来，吓死我！真的，对啊，叉 D 叉 D 叉 D 叉 D， 我把它翻译成叉 D 了是吗？我是因为前面没跟到，希望你再讲一次，但觉得有一点愧疚。不用愧疚，愧疚什么呢？你我之间谈什么愧疚啊？你说啊，哈说啊，你喜欢司机吗？素鸡，嗡嗡要不要发王甜心跳舞嗡嗡版？但我没有办法跳的像他一样有东西耶。我可以跳一个啊，我可以跳一个、啊、跟他一样的。等一下哦，那有什么问题？跳一个，他先这样子。啊，这样子啊。可以啦，来，现在马上来，这个啦，来王甜心跳舞是吧 ？OK 啦，殊不知你直接这样，刚刚前面那则留言是什么？日本套路？哎，好的，我上传成功了吗？居然吗？好，来，拼拼啊，我的拼拼，王甜心，这实在是可以跳，多跳。再次。有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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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他怎么可以笑得如此灿烂呢 ？OK， 我们今天大概11点左右要关，因为我有点怕我明天会居居，最近有一些活动，但这个你们应该不会知道，我不晓得，不知道会不会。翁又变瘦了吗？米迦勒，哎呀，米迦勒突然留言了，我突然觉得安心，你知道吗？米迦勒，我以为你也跟着一起散场走心了。我看了差小，喂喂喂，不行不行哦，不行，学坏说脏脏哦，不行哦，不行，不行，那个是王甜心呐、啊，最近很红，王甜心哦，脚足沟啦，脚足沟，哎。他倒是快进行收尾，他倒是快进行收尾，什么意思？这句话听起来很奇怪，感觉你别有用意啊！感觉手好像变瘦，有点太瘦。没有啊，我没有啦，但是我在减肥，没错，没有变瘦啊。看一下，没有。这样讲是很开心啊，但是没有啊，一样啊，有啦，有在减肥。为了握手会减肥，努力中，希望可以减个3公斤。努力中，如果那天看到有稍微瘦一点，那就是成功了；没有的话，那就是失败了，明显的。看一下，脚的部分有一点不一样吗？它是踩脚吧？对，我刚刚看。
好像照不到脚，刚刚照不到脚，我要再拍一个那个正确版，对不对？正确版。我们又一起开钢弹吗？错碰。哎，小梁，我跟你说吧，一只我跟你讲过吗？上一次我太生气，太碍眼，就是我的桌子上非常多的公仔，然后那个桌子占满了我的化妆桌，现在依然是满的这样。但那个钢弹让我有点生气，我煮了好久，煮了一整个下午，知道我很弱啦，就是可能比较没有慧根吧，煮了三四个小时，放在那儿。结果有一次，好像零件掉下来吧，一直装不回去，我一气之下，我把它整只丢掉。所以我没有后悔哦，我觉得很棒，我觉得很棒，因为清爽很多。爸爸每次在那边是零件就掉下来，让我觉得很不开心。好，所以可以，我们可以一起开钢弹，但是不要让我看到它。我怕我把它丢掉，真的是，天哪！啊 ，MM 先生，我看到你的留言了。刚刚说的那个丢什么丢，拿来给我打磨改造啊，浪费！你又没有跟我说，我其实完全不知道说你喜欢。我们没有聊到钢弹，很少聊到钢弹吧？有吧？有的话也是很久以前，早知道就这样给你就好了、啊，是不是？有这个我知道啊，海公牛，海公牛，海公牛，你们知道那个吗？海公牛的谜。我们一起当塑胶，一起胶胶胶胶。顺便一提，钢弹也是塑胶哟，还是你要当钢弹？等一下，还是你要当钢弹？钢弹蛮有价值的，钢弹而且又好看。哎，那先生，我喜欢竞技游戏，单机游戏有点太酷，有点因为玩游戏感觉就是要跟人类接触，所以竞技游戏吧，我喜欢跟人家比较，就是比较在游戏之中获得胜利，我喜欢这种感觉，我喜欢胜利的感觉，我得力非常重，所以我只要每次游戏输，我都会很努力的练习，让自己变强啊，超级没有意义的。钢弹明明可以是合金的，说啥呢？我们说最便宜的那一种就好了啊，不是啊，我只是跟他说。塑胶可以是那样子，而且可以拿去改造，好吧？我刚刚讲的塑胶的那种就可以拿去改造。等下会不会直接下意识走一走跌倒喊嗨狗牛嗨狗牛？我那时候笑不行，最近才看到的，我已经笑完一波了，所以我对海狗牛已经免疫了。好、哦，不是、啊、人家说那个改造钢弹都是拿那种 RG 改，不是吗？不然就是那种比较便宜的来改，拿那种什么合金你会心疼吧？那就直接供着就好啦，不是吗？好，看一下。你是不是想吃西瓜饼？汪汪今天台语小教室要教什么呢？哎呦，今天不对，我们今天要教的是上一次的吧？我突然想到有这件事情，但是上一次是要教什么？是晴天说要教的吧？但晴天今天不在哎、欸，他应该是没有想到我今天开了，我猜应该是这样。但我们就今天教别的好了，等到他来的时候我们再教。我们今天教什么呢？对，我先教一下好了，先教一下。教一下，让我看看。哎，我的笔怎么都没有半支可以用的啊，奇怪了。上次我是用哪一支笔啊？有印象吗？哎、欸，奇怪，这个吗？好像是这个耶，那就这个吧。今天要教什么？今天教什么？对哦，今天要教什么？今天有没有什么海公牛吗？海公牛，海公牛可以啊，就叫海公牛好啦。海公牛蛮好笑的，海公牛。你今天要补课，没错，波西，我们今天要补课。But 我们今天补课是补上一次晴天讲的那个，你们还记得我们上次想教的是什么吗？刚刚是谁飘过去的？刚我眼睛飘走的时候，是谁？谁飘过去了？看一下。哎呀，小熊熊，我现在看你留言呢，小熊熊。新的系统没有写到翁直播大，哎、欸，你记性很好，小梁，我的小秘书。大力水手头壳坏，但是今天晴天不在，是他说要教的耶。我们先教新的好不好？我们先教海，不要，不行，我已经把台语讲，我把那个等下教的台语讲出来了，不行，那我要换别的，换有意思的好了，有意思的，教
可以教当我塑胶，我不要啦，这样大家都会开始用那个台语乱讲，好不好？我不想要让那个塑胶股的人民越来越多。我们教别的好了，教点特别的，教这个好了，这个好了，哦，鼻子痒，教这个，这个跟你刚刚的有关系啦。来猜一下，但是他今天本人不在，他一定会觉得很难过，一定会想说这是我提议的耶，为什么我不在的时候你要教这个？所以我们今天先教这个哦，来镜像模式。相反，对。谢谢周颖的星星许愿瓶，谢谢周颖。好的，那我们今天要带，今天我们要教台语小教室哦。教这个叫什么嘞？叫做守护汪甜心。为什么不是王甜心呢？我怕被急，所以把它改成汪甜心。你少自以为，你怎么知道他会难过？我就是知道，不然他下次来难过的话，你要怎么负责？你说说看啊，欧拉比。你说，大家说说看。我们先教这个啊、这个叫守护翁甜心呢。守护翁甜心应该怎么说？有看到吗？大家，守护翁甜心叫守护翁甜心，守护翁甜心，守护翁甜心，守护恩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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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心。他难过我就让你开心，然后他也要加入塑胶国这样子吗？我的鼻，来，看看这个如意算盘，守护塑，别再塑胶啦，你就不是塑胶，你钢弹啦，不然守护钢弹性啦，钢弹来教一下补教，钢弹墨药粉，哦，好，修护恩底心，没错 ，MM 先生很棒，我们的 MM 同学修护恩底心，什么啦，守护翁甜心台语，为什么不叫海公牛？海公牛太多人会了，这个人一点意思都没有，无聊，我们不屑啊，不屑，你不要把粉丝名讲出来好不好？为什么觉得你的台语越来越汤？不要把粉丝名讲出来，果然翁啊，果然翁是粉丝名，我没有讲到粉丝名啊。我刚刚有讲到吗？守护恩弟心，无啊，你在骗呢、欸，小梁，宋小梁，宋小，恩弟心。对，翁啦，翁弟心，翁诶，对啦，对，无错啦吼。感谢我诶天使怎么讲？天使诶熊诶桃花诶 and 龟啊，粉丝名要改了吧？粉丝名叫塑胶，我说木药粉啦，哪里有木药粉？我这边只认识，这是装什么可爱？好爱好爱，装什么可爱？好爱好爱就好爱好爱，不要生气气嘛！你那个表情生气气什么了？啊，我一个字，我怎么一个字都听不懂？来，吕猫同学，我们来上这个台语小教室的目的哈，就是要让你听不懂。就是要学，你看啊，你就是不懂才要学嘛，你懂你干嘛学呢？是不是？啊，
So ga，你在忘记上次台语小教室试试看？哎，我是台语小教室教什么？啊，我教什么？小梁，我教什么？我看一下我的本本，我教了什么？小梁，不能对我生气气，我对我生气气没有用啊。是什么啊？我教为什么会有零星的瓜啦？为什么？这应该是很久以前的吧？我到底教了什么？究竟？来来来，来看看一下，体重计吗？也不是啊，韩国大肌肉什么东西？我以前都教了什么？没有啊，我教了什么？三色斗战士、马赛克、骑兵，怎么都是一些不太对劲的东西啊？钢铁男啊！李佳丽现在还是会生气，你知道吗？他就没有，他只是会调侃我，他就会跟我分享那个他的钢铁奶奶前辈的事情，他就会就是用钢铁奶奶起手势，他不会讲钢铁奶奶，只会说钢铁奶奶。可是重点是那个晴天还没有来啊，我刚刚有说晴天他没有来，所以应该下次教。不然你看他这样会难过吧。我的意思是害人不浅，钢铁奶奶你很会误解我的意思哦。没有嘛，我就想说我是不是又忘了什么，我真的很害怕我到底又忘了什么，然后你们又要生气好不好？你以为啊，果然是塑胶，可是你下次会忘记，下次我不会忘记，我贴起来嘛，贴起来，我好像没有便利贴这种东西，看一下，这个吗？这个好像可以用。好像应该要贴够痘痘贴了，痘痘贴。这个叫做什么？下次教那个，哎呦，那个是什么啊？那个塔卡派，那个塔卡派，那个塔卡派后面前面是什么？塔卡派，还是需要泼水让你冷静一下。其实这个重点，等一下，塔卡派，你刚跟我说什么？我忘了先话。看一下哦，谢谢小梁的掌声鼓励。原子猪买一堆痘痘贴，你跟他拿菜不是那种痘痘贴嘞。我说躲在角落暗中观察，这个应该是按钮吧？你们当塑胶，我做隐形人就好，然后久了就可以默默消失了。你不能消失，你消失我会发现这件事情哦。你这样我会发现哦。上次对塔克潘，我忘记前面是接什么了。我先冲堂去上别的老师的课，你这个时间要上什么课？什么 ABC 吗？什么那个英文课还什么的？什么那个？哎呦，好烦！我没有看到那则留言。你瘦脸特效关掉开到多少？没关系，我就塑胶小梁。我刚刚不是小梁，小七，我刚刚明明就有念的留言，然后你又消失一段时间，又说自己是塑胶，干什么呢？啊，你在乱的吧？我瘦脸开多少吗？来来，我把它关掉给你们看哦。大力水手的塑胶国国民，大力水手哦，小梁不要这样嘛，我就记性不好。大力水啊，写错字了，算了，手水，大力水手塔卡派。谢谢，哎呦，李乌诺，你不要生气了嘛！哎呦，我把它贴起来啊，放在狗卷身上，这样我就会记得了，因为我会无时无刻看着狗卷的脸。然后我刚刚说什么呢？哦，瘦脸，对对，吕猫，我看到你的留言了，吕猫。我把它关掉哦，你看看哦，你看我的脸，就知道到底有没有瘦了。我要准备睡了，晚安。哎，先生，我都要下播了，你不让我念你的榜吗？哈，你这个人。11点了，你跟我这么早睡吗？有吗？好像有齁，蛮健康的，平常都蛮健康的。
臭脸，我把它关掉，你看看哦。关掉了，你看是不是很圆？我是不是很圆，女方？那我就把它开回去哦。我刚刚是开50，你看是不是差很多魔术吗？我就喜欢活在这种世界里面，我在滤镜的世界里面。哎，我跟你讲，最近的 IG 我已经努力的都用那个叫什么原相机拍了，原相机。然后你们最近看到的那个在金针花海里面的是用相机拍的，所以你看看，一开始慢慢可以接受了哦。好，哎，刚刚说什么？刚刚谢谢修良，送修良哎，昂米龟。能 Q 不好吗？不好，小林小千，哎、欸，小千，你看看你，如果不你这个一直消失，我都会念错人的名字。小千，你看，小千，我才没有把你当塑胶，你不要跟他们一样啦，他们真的是现在变成塑胶国民了。你有发文哦，你有 IG， 你们等一下，小兰为什么要点点点点点？你了，好啦，你念，然后脸还是很瘦，好吗 ？MM 先生就知道你是 M， 我要把你强迫留下来，你才会留下来。我要念榜了，请好好听哦。我要念榜了，啊！等一下哦，找一下哈，哦，有没有什么歌啦？还有什么歌可以用啦？哦，没有啦，用刚那个啦，波七啦，用波七歌来念啦，波七，这不可念吧？虽然歌名怪了点，但是还是可以念。波七啊，第32名是韩吉，今天没有看到韩吉进来，今天的人会比较少是正常，是因为我没有发现到第31名的吕猫后来才出现，吕猫那边应该是12点，没有比平常晚，但是今天只有一下下。Oh my god， 吕猫，你发现一件事情，你今天不是你今天是，不是塑胶国国民吕猫，还是你其实是？第30名是酒鬼兔，为什么名字又改成酒鬼兔？兔子不能喝酒。第29名是宋修良，你的新名字叫做宋修良。回到以前的感觉，好像我们很久以前有认识。第28名是地球，地球依然神秘兮兮，出现一下子就是不让我认识他。我身边的牌子上面。第27名是今天第三个进来的新鱼城，没有想到没有开播通，没有开播的时间表，你还可以这么快，很感动。第26名，不行，这个时候不行，这种不行，这种不行，换一首，换一首，不是这首。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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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。有道理像人，有道理像人。怎么着？我不要听笑话啦。第26名是刚刚才进来的 Free Plus， 不会也是刚刚看到开播通知才点进来了吧？那太晚些。第25名的阿叶依然在很夜的时间进来。第24名的马克11701110，马克今天来的比较晚，不过还好有看到你出现，不然我要点名。第23名的 Migalo， 他现在应该非常开心，因为在塑胶城堡里面，但是因为不知道为什么，我要怎么样才可以安抚你的心。第22名是海豹，海豹依然神秘兮兮都不讲话。第21名是久久来一次的台中常常，他大概做一休一次播一次没有来。第20名是你不要塑胶国了，不是塑胶国，我不要念你，我还是要叫你乌诺，不行叫塑胶国王，我要把你从塑胶国里面拉出来。第19名是天使小熊熊，不小心把天使讲得太难听，但是你还是我的小熊熊天使哟。第18名是花生，花生最近的直播时间比较正常，有没有比较可以跟到呀？第17名是企业猪去把妹，企业猪去把妹，每一天几乎都会
未来，现在应该要吉野猪去把嗡嗡第十六名是剑谷，剑谷希望常常可以跟我们聊天。哎，真的剑谷算是一个很神秘的人，只会在特定的时间、特定的话题聊天。第十五名的奥拉比，欧拉欧拉欧拉，哎，我新绰号嘞，欧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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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哔哔哔哔哔哔，欧拉比现在讲话越来越不顾尺度了，不过没差，现在大家都这样子啊，反正这台就是以开车闻名嘛，对，你当车长了，这次好换你了。第十四名是超哥，好久没来了，想必生活应该非常忙碌吧。第十三名是翔，哎，是不是睡着去了？翔醒来，我在念吧。第十二名是小千，你还敢讲啊？而且还敢把统神的头贴放在头贴炫耀？不管，我总有一天也要跟我们的统神拍到照。第十一名，哎，天，好像我跟他拍过照，哎，好像有，哎。有哎、欸，好像有哎、欸，等一下，但是我要翻一下照片。第十一名是新朋友，叫欧比王，这个应该是不知道从哪里来的，不是 TT 粉丝吧？好像没看过他。第十名是阿北，今天的阿北怎么这么安静？莫非也进了塑胶国？不要。第九名的 Bossy， 你是真的心情有变好吗？还是你已经不愿意跟我沟通了呢？第八名是最近常常来的 Kani 呀， Kani 讲是，其实我还没有看过耶，你是男孩子，每次看到你的 Kani 都会觉得你是女孩子耶。Kani 呀， Kani， Kani， 欢迎你，谢谢你每一次最近都很愿意来捧场。第七名的雨男，哎，雨男，希望下次的活动可以见到你，然后。希望你可以用你非常温柔的语气安抚我的心灵，你知道吗？雨男，雨男，我需要。第六名是新朋友，但是好像又不是新朋友的默默循环，之前有看过一次他的名字，但就是有一点深。第五名是尖叫哥伯城，其实你应该把名字改成游戏哥伯城，尖叫，尖叫游戏伯城。不要睡啦。要晚上了。第四名是哎，中影最近都很晚来，中影最近在忙什么呢？第三名的黑流星，你不能消失，不能失踪，因为我会发现，一定会是我第一个发现的。第二名的 Log 来说，今天挂听，但还是很捧场的，一直在，一直在，一直都在。第一名是现在要去睡，但是被我拉来听韩榜的 NM 先生，所以我不打算让你睡觉，你就继续听我在喊你的榜，看我可以喊几分钟，即兴几分钟，那就算几分钟，别想睡了。所以为什么是1998年？你是1998年生的吗？弟弟，你不要睡了，就跟我瞎聊。虽然我现在看不到你的留言，你还是要听我讲话。你什么时候才要把你的名字改成健康食物呢？不是很健康吗？作息健康，食物也应该要健康呀。哎，好了，不行了，太长了，我快没有办法呼吸了，没有办法啊，真的。谢谢 Log 来的真情告白，就 Log 来，你还是更晚了。Log 来，你应该都是在吼。我刚刚看，要看容不容得下呀，当然可以。你把 ITP Team TP 打掉吧，把 Team TP 改成 TTP 哦，对。等等就出来唱歌啊，不要睡就出来唱歌啊。刚念榜真是谢了，等一下，好累了。头天我把浪的水布切掉，就剩两了。啊，头部，等一下什么意思？头贴把浪的水布切 ，ITTP， 对啊，这样就可以啊。我还在，我想说小爱今天怎么那么安静呀、啊？嗯，汪汪，推荐看一下《午间情》新歌，你是我这辈子最想爱的 MV， 也好听。我跟你说，我今天有看到这一首歌上架，因为我看到这首歌上架，但我还没有去看。你说你推荐是不是？好，叫《你是我这辈子》，它有什么彩蛋吗？不然你怎么会这样推荐我？一定是有什么特别的地方，对不对？你是我这辈子，哎、欸，是雪芙演的，对不对？我记得是雪芙演的嘛。看一下下面，我看一下下面留言哦，我觉得下面留言可能会透露一些什么东西。嗯，
怎么了吗 ？MV 是不是很厉害呀、啊？等一下，说后劲很强，那我是不是不应该现在看？是吧？对不对，小熊熊？怎么办？那首歌《郭学福有餐》对。对对对，我看到了，下面有人说雪芙言这样子，讯息都不看了，新歌不看也刚好，哪有啊？我新歌我有看，我就说我有看到了新歌，这首歌我不知道为什么，最近好像有看到推荐这首歌，还怎么样？因为是新歌吧，还怎么样？没关系，你是我最深爱的人，那你很突然呢、欸，希望我可以是唯一那个你最深爱的人哟，救命！没关系啦，我从小前面你干嘛？你不要。小千，你为什么要这样子呢？为什么要学坏？你就不是塑胶，我从来都没有把你当塑胶好吗？是你把我当塑胶，你都不来找我，你不知道我多担心你吗？你消失很久，你知道吗？我也没有你的消息啊。不好，最后啊，对，小梁刚刚说的那首歌，小梁说的 ，We are all in this together。Where? 我打 Where 就 Where 呀！呜呜！好了，改考了。游戏尖叫第一博成 ITTP 有够长，现在看到博成都要有点困难。看到你送礼物要靠头贴才能认得出来，怎么现在像是韩榜一样？这首很适合韩榜，其实真的耶，刚刚来首歌韩榜的耶。哦，不好意思，这新歌会看讯息，不需要看，不重要，真的吗？我是真的，我认真的没有跟你开玩笑，你知道你自己消失多久吗？我都没有想讲，既然念榜完，我就真的要好快去睡。哎，我刚才本来想绑架你，不让你睡觉，你不是说你是 M 吗？那我就故意逼迫你，不要睡这样子。可以，如果这样比后，我应该是比较 S 好了，那你就把我当 S 吧，好吧？可以吧？可以吧？没有。上架 YouTube 第三天发，哇！台式情歌，那你刚刚是说 MV 吧，对不对？我刚刚看到下面留言说 MV 很厉害，很发人深省还是什么的，不知道哎、欸，我不敢，你这样讲我就也不敢现在看，我怕我等一下会受影响，我是一个很容易受影响的人，你知道吗？我们是同一种人，小小人，我们是同一种人格，所以我相信你可以理解，就是那种就是看了某一种，比如说电影之类，然后我们就会心情备受影响那种感觉。Oh my god！ 你现在推荐我，应该。我本来想打窝窝跳一次王甜心哦，我看到你刚飘，不用飘了，现在不用飘了。本来是要给你喊的呀，但你就雷啊，呵，你为什么要这样子呢？我没有哎、欸、哦，所以你刚刚本来是要叫我喊榜吗？我以为你是让我播来听而已，你知道吗？原本是这样子，这样子，是不是好适合喊榜？是不是好适合喊榜哦？我们下次拿来喊榜好不好啊？喊榜哦，我们下次拿来喊榜好不好啊？我现在写起来。这首节奏感真的是很适合，好，我写起来，把它写在上面。我的字还是蛮能打的嘛，我自己讲，没有啦，就没拿笔，这是笔蛮好写的耶，这是笔真的蛮好写的，有惊讶到。不是没有安利这支笔啊，怎么会这样子呢？正常的，我是要靠你们跟我说马赛克这件事情，我才知道原来我是马赛克。正常的，我是要靠你们跟我说马赛克这件事情，我才知道原来我是马赛克。现在是好的吗？讯号不太好，这样子呢有好一点吗？你是忘记矫枉没有？有矫，我有矫，我有矫啦！哎、欸，我想到上次浪 K 哥照片不就是手手？对，小梁，对，没错，我那时候完全也没有想到我会卸掉，你知道吗？就是一切都来得太突然，没关系，反正等到事情过了之后再跟你们说为什么会这样子好了。我觉得现在好像不太适合，凡事都是先过了再讲哈。现在是好的吗？这是蓝调摇滚吧，这很好记，是不是小千？对不对？很棒 ，Oh my god， 哦、oh ，很棒。歌舞青春的歌都很好，韩榜吧？歌舞青春我很喜欢他们的 ，Can I Have These Days？ 这首歌不算吧？它应该算情歌吧 ？Can I Have These Days？ 我记得是情歌，就是这首是节奏感比较强的。好，没关系，我们来可爱三连拍，可爱三连拍，游戏歌哦，来三连拍，今天要拍什么三连拍呢？加油好吗？
这样有吗？你还有可爱吗？不是要性感吗？我什么时候说我要走性感风了哈？我是可以变的。哦，看谁上身。如果是小新人的话就可爱啊，现在的话呢，我就台客风哦，台客风没有啦，台客怎么拍？这样有点重复了。一，二，三要什么呢？三要什么？三来个擦嘴唇的照片，要性感是吧？啊，要性感。三，人家说嘛，现在那个鲶鱼是高级脸，鲶鱼脸高级脸嘛，让我来做一个高级脸的表情，然后要代言这种化妆品，就要高级脸啊，高级脸一个指标，最重要的指标就是鲶鱼脸嘛，来来，三，是不是超鲶的，鲶到爆 ，Oh my god， 这个请我代言，谢谢。谢谢大家，大家来看，可以来个甜心跳舞拍啊！你说刚刚那个正确，可是他不就是这样子吗？他刚刚做什么动作啊？我现在看，他刚是做什么动作啊？哎，啊，这个，他是这样，你看到的是这样子吧？对啊，他是这样子啊，只是因为刚刚脚看不到。你看看着长什么样子？对啊，是吧？是这样吧？是吧？跟刚刚是一样的，只是看起来很不像而已。有吧？对，你如果画的跟周安一样，我可以不当塑胶。画的什么东西啊？等一下哦，你如果画的跟……没录到吗？再录一个，我再录个给你好了。再一个，反正现在应该蛮多人没有看过吧。再一个，为什么嘴巴逐渐没有唇色，而且很歪？为什么这样？他是这样，他的笑脸是这样子。那我要学他，模仿他的笑脸。有了吧，伯承，你自己说，是不是有吧？没有的话，这个真的就救不了了。抖音一响，父母白养，你在偷呛哦。伯承很爱看抖音的、哦，是他告诉我们，我们知道你这一段哦，有录的，不愧是你嘛，有像吗？谢谢大家，我是萌甜心 ，sweetheart， 我是你们的底心啦，底心啦哦。低是那些低沟的低啦，哦啦，安尼有了解无啦，哦。塑胶那看起来是要吃口，在炫耀脸的胶原，明明我们两个都差不多小尖，然后讲自己很老一样，在讲什么东西？好 Q 的脸，为什么是那个表情？我说我不懂流行，那是崩图吧？你不懂小杨，现在都是流行鲶鱼脸啊、哦！你知道那个人家都在说你是什么长相啊、哦？那个可以测自己五官的、啊、是什么长相？鲶鱼啊吗？鲶鱼脸呐、啊，猫脸呐、啊，狗脸呐、啊，狗脸很奇怪，狗脸呐、啊，兔脸呐、啊，很多很多啦啊！鲶鱼脸就刚那一款呐、啊、哦。小梁，我看你是什么脸，你知道吗？你知道你是什么脸吗？你说说看，你是什么脸？哦，说说看，低心呐、啊，低心，不要再放了，我要。拿个口红啊，周安的全脸广告吗？你说拿画的跟周安很坏耶，你就是想整我，你要整我是吧？没录到，你的意思是要我发 cover 是吗？这个 cover 周家安做的事情，好显示配之前手收的崩图给过，之前手收的崩图，看一下哦，上面有留言，嗯，哦，我刚看到后面的留言了。
小梁，你说哦，没有，我跟你说，我知道，我帮你测，我知道你的五官长什么样子，你知道你是什么脸吗？你猜猜看，猜猜看，猜猜看，哎呀，猜猜看，我跟你说，大家看，很多啦，很多动物啦，你猜猜看啦，一定会中一个啦，哦，说说看，说说看，没关系呀、啊，我继续当塑胶啦，不塑这样子，这样讲呢，你这个哪有我这样子画完脸就可以取悦？不是重点是可以把它发成影片啊，就说这个模仿全脸广告啊，啊，狗脸呢、啊、还是猫？我没有跟你说你是什么脸哦。你是我经纪人的脸啊哦，那、啊、接下来就拜托你了哦，小梁，宋小梁 ，OK 啦哦，请了起来，赞，小千，是不是你啦？你不要害我，怕，不想当是不是？好啦，没关系，那我就跟着拉瑞姐走了，我要离开 TP 的大家 ，Sorry 了，我要跟上我的 idol 生涯 ，Say goodbye 了，要请了大家，请了吧，大家。听得见吗？超好笑，这到底什么奇怪的风气？反正不重要，不用当真，不用在乎啦。谢谢我，我先下线咯。好了，不要当经纪人会很累，真的。是个认真的跟你说，当经纪人应该会崩溃的，很多事情都要帮忙打理的吼。哦，好了，没有叫你超越啊，超越，我是翁超越呢哈，翁超越。我看你跳的那个，我一直看一直笑吗？真的吗？有达到这个王天仙的效果吗？那不错，那至少有逗，有取悦到我们的那个游戏哥啊，游戏哥。反正这两个字超情了，你就说嘛，对啊，搞事，我觉得是你讲，你上次说反正这两个字很情了，然后这个字就大量被滥用是怎样？好啦，反正下一次我不知道，我把它放在影片嘛，你要在这直播上画我，等一下。反正就是说，好期待握手会见到，我也好期待哦！冰冰，你会不会像上次一样小尖叫呢？上次冰冰有一点啊小尖叫的感觉，期待下周。对，下周握手会，现在说一次哦，会穿女仆装跟白色洋装，白色洋装，对，白色洋装，小礼服啦，讲小礼服应该好一点。记得要发，没问题，小梁不用生气嘛。影片呵呵说说就好，我一定先进去尖叫嘛，我等你哦，你尖叫我就会看着你。太色了吧，哇，期待期待，小千你刚刚到底是消失多久？我明明讲了很多次啦，你都没有进，小千，我要打死你。看我第二天会遇到哪一套女仆装饰？哎，我想一下。第一天是9月9号，哎，不是9月10，我看一下，我看一下我那天的行程。阳光剧场是什么时候？16号那一天嘛。所以如果以轻便来讲的话，可能，我想想，第一天，我猜，不然白色那一件好了，女仆装的话，白色，我觉得白色那一件好了。16号那一天白色那一件，17号女仆装，你们觉得这样怎么样 ？OK 吗？你只有第二天吗？第二天女仆装，你家的女仆装我还特别去买第一天洋装完美，没生气是副手日常任务吗？哦，是哦，看你就在生气呀、啊！你不能这样子凶我耶！你第一步是有差有结束后，你还有超多时间。没有啊，还有阳光剧场哎，16号那天要赶场，我不确定会不会提早到那边，所以我感觉白色那套会稍微方便穿脱嘛，我不确定，反正16号那一天可能。你们比较想看哪一套啊？我觉得17号感觉可以比较久一点点，然后16号可能就没有那么酷。我握第一天是白色那一套，如果那我觉得第一天可能白色那套好一点，这样大家比较有搭配嘛。因为假设我如果16号穿女仆装，是不是？我想想，好啦，16号白色的那一套好了，我记起来，跟它分开好了。16日白色的，然后17日女仆装。我想想，这样应该是顺的吧？
应该是顺的吧？我看一下你们的留言。不可能提早，再怎么样都是一起过去，就是三点结束再过去。比较想看比基尼也不会过，好不好？也不会过。第三步应该不会太早去吧？小心第三步结束才会一起过去，三点多了。嗯，但我觉得16号白色那套也不错啦，就蛮好的啊。嗯，因为它比较算是自己的小私服，然后17号算是一个惊喜嘛，因为平常不会这样穿。好啦，我觉得这样子好了，这样子先暂定这样啊，先暂定这样。反正我们上我们下一次还有一次直播嘛，如果真的万一有怎么样的话，再还是你们要先准备衣服，是吗？你有衣服第一天等饭拍了吗？天哪，等一下，这样子好难取舍哦。没关系啦，反正就先讲，我觉得先讲好不好？反正塑胶说什么不重要，都是塑胶话，塑胶话我会听的好吗？你干什么呢？只要你穿哪有不好看的吗？就有人说想看比基尼啊，比基尼以外可能对你来说哦就是普普通通啊，对不对？期待女仆装的上班路，没问题，这样子吧，好，这样可以吼，好，那就先这样子哦。16号穿白色那一套，17号穿女仆装，这样我连续两天都是水，那就没有问题啦，对不对？我只是没到场等饭排，合理呀、啊。哦，不到场哦，哦，好啦，反正就至少有个保底女仆咯，知道吗？大家，我们下播啦，大家晚安，我们兜粉见，不要生气了吧，奇怪，拜拜。我17号该穿制服了吧？可以，你穿你的制服来，我跟你说可以，我给你逮捕。好 M 的发言了，不行，这个起鸡皮疙瘩。谁家那天早上有漂亮新娘拍哦，漂亮新娘哦，哦，好吧，大家晚安。最听你的塑胶，晚安，继续晾衣服。好 ，OK， 大家晚安，拜拜。